大家好，我是小肉言，一个新写的作品叫做《厉害了我的坑》，刚写这个词，刚面试两分钟，第一遍录音，就手录个神曲，喜欢的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接下来送给大家。我的坑，你真是与世无争。你先说你不杀生的，除了你就全是坑。上波团战已炸，结果你就一直骂。我说让你等一下，你跟我说句你怕。爸爸，我求求你，快点回到水里。你说就是吴亦起和他们五个比一比。回头看看水晶，我求求你快清清病。让你回家你不听呢，输了你说没看清。战绩到了-9，你说希望还会有。就算发抖跟你走了，你的输出全靠吼。去浪，我们能赢。然后你就一人行，中间飘过了你的名字，你的战绩还是零。兄弟，你抽的鬼，我们四个打的水。你说你不后悔，那狭路相逢就是怼。我们五个打野，四个作业没写，一般人都不了解呢，我的心都在滴血。坑了整整一夜，每次都被团灭，我一定是做了孽，那四个人都带成剑。站在水晶对面，你却还在收线，信号发了几百遍，你说发的好讨厌。你问我会不会玩，我说这游戏好难，打天打地打金轮，大哥你就是不跟团。你说关羽玩的好，一个鞋都不能少，你说打团别带走的，你的马儿又吃草。金科三下去浪，还让我们跟上，大乔说他玩的棒，结果跟没去一样。猴子说要去偷塔，鲁班说的是个法，亚瑟后期没出假呢，关羽在等他的马。程咬金往塔下蹦，去跟他比谁更硬，说是男人的本性的，然后输赢都是命。后羿反向放大，说对面肯定害怕，赵云一直没说话呢，从头到尾一直挂。红蓝 buff 已装神，你们还能算个人。黄忠说那炮太沉着，我们再等下一轮。感谢了我的坑，那么多的小学生，输赢你们都不争的，都是大爷活雷锋。啊，第一次写这二词啊，喜欢的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谢谢大家。我的 YYID 是 861，每天晚上8点直播啊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